大家，礼拜天下午好，好，大家午安。这边就是，前一阵子，非常热闹的新北市欢乐耶诞城的地点。那我们可以看到画面前方，就是那棵耶诞树。那每年到耶诞节前夕就会开始装扮，然后就变得很热闹。那么随着这个节日的结束，那么现在已经恢复成原本的空旷的市民广场。今天雨非常的大，所以市民广场上并没有在活动的民众。现在今天气温蛮低的，然后又下着雨。我还走到广场的中间来拍一下。这段直播其实没什么营养，就是忽然看到这个冷清的状况啊，跟前一阵子的耶诞市集的热闹有非常大的一个对比啊，所以就想说把它拍一下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圣诞树，在这边，现在是完全没有灯光。好，我们可以看到，现在外面是17度。还是忽然啊，忽然出现了蛮多学生经过。前面这是远东大圆柏，那个大圆柏啊，远东百货大圆柏。这边也好多高楼，这就是新北市政府，对哦，新北市政府在这边。好，我是很喜欢这个下雨的气氛哈，听着雨声哈，滴滴答答的雨声。像我如果开车啊，遇到下雨的时候，就会把那个天窗打开。不是把整个天窗打开啦，就是车子外面那个金属的那一部分打开哈，那个玻璃的地方还是关着的，就是这样子，你可以感受到那个有雨滴打在车顶的那种感觉。觉得还蛮写意的，蛮不错的。好，那个直播到这边告一段落了哈。好冷哦，我要来离开市民广场。拜拜。